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大家好，在这问我们的观众啊，新年好！这是美国之音1月3号的十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呢，我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跟大家进行直播。今天呢，我们要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呢，2022年发生可乘，2023年你对习近平期待什么？第二个话题是全球紧盯中国疫情，北京隐瞒数据自食其果。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呢，通过我们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的观众、与我们的嘉宾之间呢进行互动，发表您的看法。在回顾2022年的舆论声中，年末出现的冯小刚的帖子走红网络，他说这一年自记事起应该是最糟糕的一年，总结起来就四个字儿：乏善可陈。他问，这三年民众的水火不值得记录吗？自一月徐州铁链女事件，3、4月上海封城，9月贵州大巴翻车事件，10月习近平破格连任，到11月乌鲁木齐大火引发白纸风暴，再到12月北京清零突然解封，整个2022年折腾不断，民生之痛遍及大地。经历了2022年被核酸、被清零、被封城、被封盟、被大火、被翻车和被躺平式解封后仍然还活着的中国人，是否可以指望2023年可以疗好疫情和上头的折腾不断留下的沧桑？芸芸众生是否可以有些美好生活的向往？面对习近平以一人之力主宰中国，2023年你对他期待是什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第一位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慕容先生您好。另外一位呢，是来自新泽西的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博士。滕彪博士你好。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我们呢现在看看啊，这个冯小刚的这个帖子啊，这个冯小刚呢是不是那个导演的帖，那个导演呢大家还有争议，但是呢这个帖子署名叫冯小刚啊。那么他这个帖子是怎么说的啊？他说这一年啊，自记事起应该是最糟糕的一年，总结起来四个字儿：乏善可陈。后面是啊，真的很焦虑、很迷茫、很丧，过年呢也高兴不起来，按照正常逻辑想不通啊啊！这三年要苦难、要幽默、要荒谬、要匪夷所思、要可歌可泣，应有尽有了。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会在荧幕上再见。那么我想问这个慕容雪冲啊先生呢，你认为冯小刚对2022年的这个总结啊，是太悲催了还是太真实了？我总体上我觉得冯小刚把那个意思说出来了，但是他用错了一个成语，这一年不能叫乏善可陈。乏善可陈的意思是没什么可称道的，但2022年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讲不是乏善可陈，而是糟糕透顶。冯小刚这番话呢，大概也能说明那些跟体制靠得比较近的那个既得利益阶层中产阶级们也对这样的形势呢感到不满意。但是你能看，你也能注意到他的这番话呢其实说的并不是特别的直露，他用这种含着愤懑不满的这种语气来陈述一个事实，其实我们自然而然也能总结出来，他是对谁不满，他是对谁感到愤怒，他这些复杂的情绪
都是针对谁的？其实中间呢也很耐人寻味。我仔细想一想呢，像冯小刚他是影协的副主席，在体制内呢也是大导演，那么这样的人物呢算是有名啊，有才，方方面面都有。那么他都会对生活，对这个国家有这样的悲观的看法。那么对于芸芸众生来讲，他们的感觉又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呢是更值得探讨的。嗯，这个慕容雪松先生说啊，这个冯小刚用错了一个词啊，叫乏善可陈啊，也是糟糕至极啊。那么我们正好有一位网友啊，在推特上留的也是啊，他叫 John Zhang 啊 ，USA 啊 AGB 的，就是中国2022年不是乏善可陈，而是糟糕至极啊，跟这个慕容雪松先生用的词一模一样啊。我期待2023年习近平跟普京一起下台啊，他们一个给世界带来了战争，一个向世界散播病毒，都用谎言啊愚弄人民，这个世界没有他们会更好。我想呢，冯小刚呢，因为他多少啊还在中国生活啊，他说他回去了嘛，所以说用乏善可陈可能是因为这个身份的所限制。那么我想问滕彪教授，就是说冯小刚的这样一个帖子啊，代不代表着中国人对2022年的一个批判的一个态度？这是应该很明确的，对不对？对，的确是。那冯小刚用乏善可陈，我觉得是太轻了。要我用的话，应该是四个成语。从共产党的角度是倒行逆施，是荒腔走板。那从人民、从民众的角度，应该是水深火热，加上可歌可泣。那我们看到，从白卫兵这种就是普遍的暴力和各种各样的这种羞辱，然后对人民的封控，那这种荒腔走板的所谓动态清零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所以人民群众的确从民众生活的角度是糟糕至极，是会水深火热。但是我们又看到民众的抗争，尤其是去年彭丽发在四通桥上的这种抗议，包括后来的白纸革命，这可以说是可歌可泣，让人们看到了希望。那从民众对过去一年的总结来看，从他们亲身的遭遇来看，这种不满，这种怒火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就在近几天，我们也看到在河南、在山西、山东，包括辽宁一些地方，有很多民众违反禁令，故意违反这些烟花禁令，去在街上放烟花，然后放烟花，然后警察在后边追着跑等等，这种所谓的烟花革命也反映了人们的怒火，人们的抗争。那当然现在的规模，现在的这从它的这个意涵来看，叫烟花革命可能稍微有点夸张，但是这的确是民众心声的一种反应。人们被控制的太久，人们太需要发泄心中的怒火了。好，谢谢我们两位嘉宾的开场啊。那么我们知道习近平呢搞了一个新年贺词的这个讲话。那么我看的这个华尔街日报呢，它有一个报道就讲了，就是习近平啊罕见的承认了为期3年的大流行措施呢给中国人民众带来的困难。所以我想问慕容雪松先生，叫你听这个习近平的新年贺词，对2020年的你说这个糟糕至极啊，他有不有啊心里头有一种愧疚感，有点像对人民说不起啊，说声对不起，但是呢嘴巴没说出来的感觉呢？我觉得完全没有。他的原话是，我们始终坚持人民人上升值，坚持科学精准防控，因时因势优化调整防控措施，最大限度的保因生命安全身体健康。这哪里是在道歉，这分明还是在居功自傲。当然有些人会注意到他的有些话呢，你比如说的是不是好像委婉了一些中国这么大啊，对吧，有点不同的想法，不同人有不同诉求，不同看法，这很正常。这是不
说，但是你仔细分析起来，我觉得但是我觉得他就是这么一个。那个我们的这个整个这个嘉宾慕容显称的这个网络有点问题啊。那么我想问这个滕彪这个博士啊，就是说网络上的讨论呢，就是说这个中国古代的皇帝呢，还有的时候还下罪己诏啊。他说为什么中共的这个领导人啊就没有给人民道歉的这个习惯啊？你觉得这是个什么现象呢？对，首先我也同意慕容雪村的看法。习近平在新年贺词里边讲到这些话，完全没有道歉的意思。他还是在这句话，当然从这句话本身来看，可能稍微有一点软化，但是从整个中国的体制来看，从整个习近平在过去一年、过去三年，乃至过去十年所作所为来看，他完全没有任何服输，没有任何道歉的意思，而且从本质上他也不可能道歉。那中国这样一个体制，他和过去那种皇权专制体制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在皇权专制体制，基本说来，它还是有它的政治合法性。这个从政治理论上，这个 legitimacy， 合法性或者正当性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过去几百年前，没有现代的这种民主，那么皇帝他从。他从他的爸爸或者他的上一辈那里边继承了这个皇位，他有一定的这个合法性，再加上中国古代的那种天道的思想等等，所以他有这个罪己诏。但是共产党他不具备合法性，他完全是枪杆子出政权，完全是用暴力夺得的所谓江山。那么他如果道歉，如果向人们下罪己诏的话，那么他就会影响他的合法性。那么他整个的所谓的他的合法性建立在暴力和谎言的基础上，建立在一套对历史对现实的叙事基础之上，所以他绝对不会认错。从过去无论是毛时代的那些正反文革，到后来的天安门屠杀等等，他也从来没有道过歉。这个我们的慕容雪冲啊，也这个网络啊已经好一点了，我们把他接回来啊，请他继续来讨论我们刚才提到的问题啊。慕容雪冲，轮到你了，好像还是不行啊，他没有半点道歉的意思，还是不行。喂，这个网络的字吧。好，可以了，你讲吧。我看了习近平的这个讲话，我跟滕彪的意见一样，我觉得完全看不出有半点道歉的意思，啊，哦，不要说道歉了，我连一点点示弱的意思都没有。但是他讲了中国这么大有不同意见，这也很正常。这个话是在道歉吗？我觉得不是，这是他的某种话术。关于习近平，或者是共产党的这些巨头们、党魁们，我想有个简单的方法论，就是如果他发表好的意见，你觉得这个话听起来很友善的时候，要记住一定不能相信。当他说比较狠毒的那些话啊，秋后算账这里这些话一定要当真。当他说要捍卫红色江山，要坚持党的领导，要知道他说这些是真心的。所以呢，我想这样的新年贺词呢，里边充满了这个祝福的话语，许多问候的话语，友善的话语。那么对这样的文章，对这样的致辞，我的简单的方法论就是不要信，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要相信。好，这个慕容雪冲先生啊，以他跟共产党打交道的经历，给我们的观众提出了几个、这个建议啊，就是标点符号都不要信啊。那么2022年呢啊，这个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呢都有一个共同的评语啊，不是乏善可陈啊，一位叫糟糕透顶，一位叫啊那一年是倒行逆施。那么我们再看看2023年啊，2023年的时候呢，这个可不可以呢，就是我们刚才谈到了有一些啊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说我们来听听我们的这个滕彪教授的一些看法。
对，首先我补充一下刚才的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对于中国的政治，对于中国的这种共产党，他的话，首先要看他做了什么，首先要看他过去做了什么，现在做了什么。那就这句话来说，很多人把这个习近平这句话单独抽出来了分析，那么这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最近几天。还在抓那些白纸革命的参与者，那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他口中说有不同意见，有不同诉求，很正常。但是在白纸革命已经过去1个月多了，还在继续抓捕这些抗议者，那就根本就不是说有不同意见很正常，而是说他为了保红色江山，为了惩罚这些抗议者，那他不惜秋后算账，不惜对这些抗议者实施抓捕和酷刑。那么，2023年，我觉得对于中国的政治来说，我个人的经验是在90年代啊，在2000年代初期，我们有很多民间的公开信，然后对官府提出一些诉求，提出一些抗议等等。那么后来我们越来越不愿意这样做，我们要不要对共产党说话？我们不要对习近平说话，我们把希望、把目光、把这个焦点放在民间，放在公民身上。那么，从整个中国的这个态势来看，民间的不满在积累，民间的愤怒在积累，而且虽然共产党对媒体、对信息有越来越多的控制和审查，但是民众觉醒的步伐在加快。所以，我想，2023年还是有希望。那么，这种希望就在民众的觉醒，在民众的行动。而从共产党的角度，他是不会给中国带来任何希望的。共产党，自最晚从1989年天安门屠杀开始，他就已经完全彻底放弃了主动走向民主宪政道路这个选项。那么，这是他是绝对不会给人们带来任何希望的。那么，2023年，他仍然会继续的倒行逆施，仍然继续的会迫害人权，尤其在新疆、在西藏、在香港等等，包括对各种宗教的迫害，对维权律师、对异议人士、记者、作家、网民的迫害，这只能会越来越凶狠。看不到任何放松的迹象。好，谢谢啊。下面我请问慕容雪通先生啊，就是我在记忆之中呢，就是从2019年的开始呢，然后人们就在说啊，今年是过去10年最差的一年，但却可能是未来10年里最好的一年。那么到2020年的时候呢，大家还在用这句话啊，2021、2022啊，我感觉啊，好像是这个话在应验之中啊。这个慕容雪通先生，你认为呢？是啊，你回头想想，从2019年开始，或者更早一点，从习近平上台之后的2013年开始，你想到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变化太多了，一路走来真是有些心惊胆战，就是我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到这般境地的？那么，我觉得这里边有很多原因呢，我觉得需要问。那么接下来看2023年。其实我跟滕彪博士的观点一样，我觉得不会变好。在政治上呢，习家军已经一统天下了。我们不要指望这个习家班呢会给有意识的给中国人我多一点的权利或多一点的空间，绝对没有这个可能，连想都不要想。在经济上，也许他们有心呢要把经济搞好一点，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关键在于信心，投资者的信心、消费者的信心、外资的信心。我觉得所有人似乎都对这个政权失去了信心，所以经济也不可能搞好，只能有一个长期的萧条，甚至断崖式的突然的经济崩溃。在公民社会这个方面，我觉得在未来的这一年，无论是对于信仰、对于 NGO、对于言论自由，会有更越来越多的迫害。你知道最近，我跟我的一位香港朋友，我们有个比赛，那个比赛很苦涩的一个比赛，我们在比，在过去的这些年，我们有多少位朋友被逮捕？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我从西
这十年，我身边有38位朋友曾经被捕过，有一些已经放出来了，但有一些，比如夏林，比如张展，他们至今还在牢里。38个，他们中间有教授，有作家，有记者，有律师，在我看来，他们全是正直的好人，但就因为他们说了某句共产党不喜欢的话，或者做了某件共产党不喜欢的事情，他们就被投进监牢。2023年，会不会有更多的人，更多的善良正直的公民被投进监牢？我觉得一定会。这个习近平在新年贺词里说啊，这么国家那么大，有不同的意见很正常啊。同时在这个政治局的民主生活会上，他说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啊。但是，啊，刚才滕彪教授说他还在抓白纸革命的参加者。刚才慕容雪冲先生说他好几十个人给抓进去了啊，38个。跟习近平啊讲的和他习近平讲的和他做的啊，中间有很大的一个差距啊。那么李承鹏啊先生呢，他在这个网络上经常啊这个传送他的文章啊。那么最新的这篇文章是2022的一封信呢，他这么写啊：你该知道2022马上过去，不意味啊2023年你会有好运。你从2019盼到2020，从2021盼到2022，这个盼望过程，中国破产了数百万家中小企业，上万家个体户，今年赤字缺口11.7万亿。如果你是相信啊科学的人，明白这个数字意味什么啊？所以说李承鹏的文章，慕容先生和滕彪先生在展望2023年的时候呢，啊，都露出了某种啊悲观的一些色彩。那么我们也知道，当下这个中国呢是习近平啊在主宰中国，尤其是中共20大之后呢。啊，他刚才慕容雪冲谈到了，就是说习家军啊对中国的把控啊。那么基于一种现实呢，我想问滕彪教授啊，你从你的角度来看，2023年你对习近平有什么指望？对，我对习近平应该说没有任何指望。从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利益角度，那当然在习近平刚上台之后不久，我也曾经有文章分析过，可能很多人不太同意我的观点，就是习近平他在过去10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景观，从九龙治水，从那种小圈子独裁变成了他一个人的个人独裁。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这是共产党他为了应付危机，为了维持自己专制统治的一个集体选择。那这样看来，无论是习近平还是整个中共的高层，对他们是没有任何指望的。那么刚才我还看到消息说，欧盟愿意免费提供中国这些更有效的疫苗，但是被中国外交部门一口回绝。那包括之前美国也愿意提供给中国疫苗，但是中国也拒绝。所以这要是有所期待的话，这可能是目前可以期待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想中共他已经完全不会这么做。那么像刚才我和慕容雪冲所说的，我们对中共没有什么期待，但是我们期待民众能够觉醒，民众能够行动。那么如果说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最期待习近平在2023年少做一些倒行逆施的这些反人类的事情。这个希望习近平少做一点倒行逆施的反人类的事情啊。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呢，我问这个啊慕容雪冲先生啊，就是啊也是你的校友啊，今天这个比较巧啊，这个滕彪先啊滕彪教授、慕容雪冲先生都是政法大学的校友，那么我也是政法大学校友，那么我选的一个这个啊网友的意见呢，蒲自强先生呢正好也是啊政法大学的校友，4个校友的东西都带一堆了啊。这个蒲自强啊是现在是北京华裔律师事务所的啊，他没说他是律师啊，说他是打杂的啊。
他呢，听了习近平的新年这个贺词之后呢，他就有一个对习近平的一个指望啊。他怎么说呢？他说让14亿中国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众志成城。那么除了统一思想、禁止妄议、定一中以外，像最近这十年做的那样，还会有别的途径吗？很显然就是说，他可能指望习近平在啊统一思想方面能够稍微松一松。那么慕容雪松先生啊，你怎么看啊这位校友的想法呢？其实我想卜志强呢，他可能跟我们这些人的可能见解呢应该是一样的。你比如说你看习近平这个人呢，叫治国无方，弄权有术，就是对于这个真正的现代社会治理这个方面呢，我觉得他是真是几乎是完全无知的。他所知道的那一套呢，几乎全都是从他的那么精神导师毛泽东那里学来的。要已故的余英时先生啊，他评价毛泽东，他说毛泽东是一个百年不遇的混世魔王。我们想余英时先生这个话可能因为说早了，可能不是百年一遇。我们很不幸的呢，我们在100年间呢，我们又迎来了第二位混世魔王。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这个观点呢，这种混世魔王呢，可能对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益处。你像毛泽东，对整个中国人，对他的那些同志朋友们，啊，甚至对他的老师们，甚至对他的妻子孩子们，对所有人，这样人都是有害的。我们也许呢，我们也迎来这样的混世魔王。对全国人来说，对这十几亿中国人来讲，我觉得习近平呢，注定是要造就灾难的。甚至对于这九千多万共产党人来讲，习近平呢，现在彻底的把共产党改造成了习党。是的，现在已经不能叫共产党了，因为现在完全是他一个人的。那么这个对他9000多万人，如果哪怕共产党的人，其实也是，我认为也是有害的。那么现在呢，假如说对他有什么期待，我觉得可能是那位网友说的好，希望他们能够体面的、有尊严的下台，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好的结果。当然，这个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我们在期待我们的期待，可能是可能是期待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体面的下台，对啊，我记得体面的下台是郑晓峰先生写的一封信啊，是要共产党体面的下台啊。对，我们这有位网友叫刘明的网友，他说：“我的天，居然在这里能见到慕容雪松啊！估计是慕容雪松先生的粉丝啊。”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呢，我们两位嘉宾的讨论就到这儿。我们现在看看我们网友啊，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评论啊。那么这个推特网友呢，叫答案的网友呢，他说啊，这个民主体制之下呢，总统最多做2届啊。那么习近平呢，无限连任剥夺了这种调整的机会啊，也让党内民间看不到任何改变的希望啊，因此呢，对习近平没有任何期待啊。那个仙人掌啊，这位推特网友说呢，期待习近平成为中国的戈巴乔夫、大陆的蒋经国，进行政治改革，但这种期待过高，不能实现，只能做梦啊。这是我们两位推特网友的这个留言啊。我们再看看油管网友呢有一些什么留言啊。那么我们的那个冯韦斯特啊，他说国内2022年最幸运的是还活着，2023年最大愿望是安然的活下去。那么滕彪教授，你能不能点评这几位观众的点评呢？对，我觉得这些网友说的都很有意思，很多网友他们是非常睿智的，而且说话也非常幽默。那么他最就是最后一条，那也是很多人的心声。那么曾几何时，中国它的这个经济蒸蒸日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后像上海这样的地方是这个从全球来看也是最发达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但是没想到会面临封城，面临饥饿。那么在2022年底的中国，很多人挣扎在死亡线上。那无论你是多有钱，那么在这种病毒面前都显
显得非常脆弱，所以活着成了竟然成了中国人的一个奢望，成了一个期望，这是让人非常悲哀悲痛的事情。这也反映出来中共他统治的无能，他治理的失败，反映出习近平政权他和这个世界是多么格格不入。我记得前些年啊，中国还在讨论盛世啊，那么到今天我们的话题，我们的网友呢就在讨论活着啊，真的是反差巨大啊。我们再看看我们的油管网友的留言啊，于四郎啊，他说，对于中共和习近平封城所造成的种种的这个灾难呢，中共什么都不要做，已变成中国人民内心最大的期待了啊。还有一位兰花花网友，他说这个蔡英文总统呢，这个下不下台不重要，因为中华民国人民手里有选票啊，选票就可以决定蔡英文总统啊是否留任，关键是习近平先生会不会下台才是世界瞩目的啊。习先生啊，连续十年做蠢事啊，却还死皮赖脸稳坐啊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高位，毫无廉耻啊。那这个他是这种批评。那么想听听这个慕容雪冲啊，你怎么点评这两位网友的啊点评？我觉得在推特上，你可以看到比较真实的人的心。抛去那些五毛们、水军们的意见评论，你看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过去这些年、过去这三年、过去这十年，中国一步步变得越来越糟糕的症结所在，都知道这是原因是何在。原因在于，不仅在于这个一党独裁体制，也在于习近平这个人，中国的叫庆福不死，苦难未已。那么我们。我想这些观众呢，这些观众、这些网友们都明白，九千几百万的共产党员，他们不明白吗？甚至我觉得，对于那些中央委员，对于24个局委啊，对于7个常委，那其中也会有人明白，就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中国最大的病根在何处？我想这个答案呢，是真是昭然若揭，人人都知道，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我想这个答案刚才谭彪先生说人人都知道，这个慕容雪冲先生说人人都知道啊。那么我们对观众的这个点评和问题的这个回应呢，就到此结束啊。感谢我们两位嘉宾啊，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和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博士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那么呢，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个人观点啊，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全球紧盯中国疫情，北京隐瞒数据自食其果吗？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一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这里是美国之音1月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呢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呢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改变最初的犹豫观望立场，截止2023年新年，全球至少有12个国家和地区要求对中国入境游客、旅客实行严格检测，有的国家甚至禁止所有来自中国的游客入境。
中国政府媒体呢指这是一次集体政治表演，同时呢，中国外交部警告要采取对等反制措施，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则说呢，可以理解啊，并敦促中国分享具体和实时的数据。作为世卫组织成员国，为何北京旧病重发，在关键时刻不向世卫组织及时通报疫情的数据？中国在疫情高峰期开放边境是巧合还是另有所图？美国等国家紧盯中国的疫情，其真实目的并不是为了阻止新的变异毒株，而是施压中国政府使其分享病毒信息。您又如何看这种观点？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述问题。第一位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那么第二位呢是来自新泽西的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博士。两位嘉宾你们好。大家好，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这个滕彪博士啊，世界卫生组织和一些专家呢说北京现在正在啊隐瞒一些数据，为何啊一到这样关键的时候，北京在提供数据方面呢就产生问题？我想听听滕彪博士的看法。其实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统计数据是为政治服务的。那不仅仅在这种关键的时候，在平时和这个疫情有关的这些数据、这些信息，它也是要么是不披露，要么就是数据造假。我们知道，在疫情最早的时候，如果不是中共隐瞒疫情，如果不是像李文亮这样的吹哨人被打压，那么很有可能疫情它只是局限在武汉，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但是正是因为中共他对疫情的隐瞒，导致疫情到现在一发不可收拾，在全世界人民都深受其苦。那么现在中国的死亡的数据、感染的数据非常非常的惊人，这恐怕是中共他拒绝披露疫情的真正的原因，就是背后直接的原因吧。那么中共他在过去这几个月来看，他的政策经历了一个180度大转弯，从那种动态清零、那种非常野蛮的反科学的风控，到现在仍然是一种虽然是一个完全的转折，但它仍然是一个野蛮的反科学的一种所谓躺平。那么在它的医疗设施没有这个足够的这个设备的情况下，没有足够的 ICU 病房的情况下，而且在它的这个疫苗接种率也不是很高的情况下，疫苗的这个有效性也和西方的这个国家有不少差距的情况下，他采取这样的一个政策，也是完全放弃了政府的责任。所以刚才我们讨论的时候说到，共产党如果什么都不做，就是人民最大的福祉。这就是高志胜律师曾经写过这样的文章。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作为一个政府，他当然不能够侵犯人权去剥夺人民的自由，但是那些最基本的福利，那些最基本的医疗、公共卫生、人民的基本的这个生活的保障等等，这是政府的责任。但是现在政府他完全放弃了这样一种责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共产党他选择了这个一贯的隐瞒数据。这个我们介绍一下背景信息啊，就是自中国政府取消啊新冠病毒的这个清零政策以来呢，世界卫生组织啊就没有收到过中国的新冠住院的数据，而国际卫生条例呢要求各国交流有关持续爆发的信息啊。那么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说呢，啊现在缺啊医院和重症监护室接诊病患的这个情况啊。那么密切关注世卫组织的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郭斯汀称呢，缺失的数据非常可疑啊。他告诉路透社啊，中国正在隐瞒数据，这些数据呢对于了解其决定结束清零政策全面影响至关重要啊。那么我想问这个
慕容雪冲先生啊，就是说武汉疫情爆发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啊，就因为中国的这个数据的问题呢，吃了不少苦头啊，被人批评。那么北京这次又来玩一次，就是在这个这么大的这个疫情海啸的时候呢，啊，不给一些实时的数据啊，医院重症监护室的这些情况他都不给。那么您解读是怎么回事呢？2020年我去武汉采访的时候，有一位医生告诉我，给我看他手机上的截图。这个医生呢，可以开死亡证明书。他的上级在2月份早期的时候就下了死命令，不得在死亡证明书上写跟病毒或肺炎有关的内容，不允许写。到后来呢，有条件的允许写了，但是呢，他有一个附加条件，如果有其他病可以作为死因的，就用其他的病作为死因。所以呢，在那个时候，那个数据呢就一级一级的隐瞒作假。我们也可以推算，那么当一个医院知不知道他在这个医院的管理的区域，在医院能够覆盖的区域有多少人是因为新冠而死，我觉得这个医院也不清楚。那么当一个武汉市市长知不知道武汉市有多少人因新冠病毒而死，他也不会知道。那么再到习近平真的他会被这套相互欺瞒的系统，互相欺瞒的系统，他自己也会蒙在鼓里。他知不知道中国真正的数字，中国真正的有多少人因病毒而死，他也不会知道。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把这认为是共产党的胎里毒，他从胎里带来毒。这种只为上、只为上、不对人、不对民众负责的制度，就一定会产生这样的瞒报虚假的系统。而且他们不仅仅是在病毒的问题上造假隐瞒，他们对所有问题都造假隐瞒。我们依然记得2003年的 SARS 事件的时候，2003年 SARS 事件，他们的做法几乎如出一辙。2020年，当新冠疫情初期的时候，他们是这么做的；到了2022年、2023年，他们还这么做。我们可以断定，在未来的时间，假如中国还会发生那一场灾难，那么这个共产党政权的做法，还是瞒报、作假、隐瞒，向国际社会隐瞒，向国内的民众隐瞒。这导致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有些问题呢，我们可能永远解决不了了。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有多少人死亡？不得而知。2003年有多少人死亡？不得而知。到现在，从这个新冠病毒以来，中国有多少人死于这种病毒？我们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真实的数字。这个正好慕容雪冲啊去武汉采访啊，对武汉的疫情呢写了一本书啊，这个你也应该算是专家啊。那我们的胡平先生啊，对这个北京的隐瞒的这个数据呢有一种解读啊，我想听听谭彪教授的看法，看看这个解读怎么样啊。那么胡平先生说，虽然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中共当局发表的这个数据呢是假的，但你无法推断出呢真实的数据啊。那么因为你无法得出真实的数据呢，你就永远无法判定中国的死亡人数按比例比其他国家更高还是更低啊，高多少低多少。因此呢，北京当局就可以继续厚着脸皮宣称它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中国人民的生命啊，继续宣称中国疫情流行和流亡病数啊，病亡数保持在全球的最低水平上啊。所以说胡平先生解读就是说，这样一种隐瞒呢，主要是为了就是证明这个共产党的啊某种意识形态宣传的这种伪光正啊，你怎么看呢？对，胡平这种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那我曾经在2011年全运会事件之后写过一篇文章，叫《分裂的真相》。我的那篇文章的其中一个意思就是，和刚才慕容雪冲说的意思实际上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我们作为民间这些不掌握公权力的人，不掌握那些专门机构的人，我们是永远没有办法知道真相的。这些这个疫情到底死了多少人，包括刚才提到的汶川地震死了多少人，89年六四屠杀死了多少人，我们都不知道。甚至在乌鲁木齐的那场大火，官方说死了10个人，但是有
维吾尔的一些人权组织说死了30多个或者40多个，那么对于民间这些调查者，连这样一个小的事件都很难知道真相，那么共产党他去隐瞒真相的时候，他就知道你们没有能力去调查，没有任何机构去有能力知道中国现在有多少人感染，有多少人因为新冠而死亡，所以呢共产党他就可以继续的隐瞒下去。那么但是呢这里边又有另外一个效应，就是当共产党说只有十几个人，在12月份说全国只有十几个人死亡的时候，那么这个全国人民都会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荒唐可笑的数字，觉得有一个可以算是笑话吧，说这个沈阳还是某个城市说我们只有3例死亡，那么某一家人恰好只有3个人，那也就是说整个这个整个沈阳只有他们一家人感染这个新冠死亡，没有其他任何人，所以这就是说这种对真相的隐瞒，他也会反噬当权者，他甚至像一些有职位的一些高官，他们也不知道真相，这个又进一步会促使他们去做出一些更加愚蠢更加离谱的决策。好，谢谢啊。这个关于这个造假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网友也提出的问题，就是说假如啊这个一个人啊有基础病啊，他是被汽车撞死的啊，那么最后统计的时候呢，究竟算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还是基础病造成的死亡啊，问这么一个问题啊。那么下个问题我觉得值得关注的是，我问慕容雪冲先生，就是说北京啊这次呢啊打开国门的这个时间呢让大家觉得有问题啊，是不是值得啊可讨论的地方。这个北京啊突然搞了一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行野内野管的这个方案，然后呢有序恢复中国民众啊出境旅游啊，所以带来了这个出国潮。那么呢这个时候呢就有的人批评啊，这个北京呢啊是有某种打算啊，这里的代表人物是谁呢？是这个蓬佩奥。我看到1号啊，蓬佩奥在猫捉圆播客里头啊，他批评北京呢有一个啊扩散新的变种病毒和想感染全球的这种阴谋。那么北京呢也可能说是这是我的政策使然，但为什么那个巧啊，上一次武汉的时候呢啊，中国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没有关闭这个中国公民的出境旅游，然后导致很多人走向全世界啊，那一次大家记忆犹新。那么这一次北京似乎是不是又在玩同样的一个游戏？那么慕容雪冲先生啊，这个问题呢我倾向于认为呢他们是在客观上造成了这种病毒的全球传播，但是否是有意的在传播病毒，或者再往前推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会认为呢，这个病毒是中国共产党或者习近平政权有意的释放出来的。我一向都认为呢，这是某种阴谋论的想法。那么我认为呢，从这种角度来讲，你推算不出来他有意的传播病毒，或者有意的把这个病毒散播到民间传播出来，或者传播到全世界，对他有什么益处？那么我觉得这个一定会导致各国政府对他的这个负面评价，对他的警惕，甚至对他的不信任。我认为哪怕是让其他的国家政府呢受到拖累，对经济的损失也好，各国政府对他不信任也好，总体而言是负面的，就是他从这个事情上没有什么收益。所以呢我倾向于认为呢，这个事情在逻辑上还是构成自洽的，就是他国内放开了，那么对国外的交通也放开了，那么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我不认为呢，就是他们在北京呢，就是有一个很阴险的这样一个计谋，说要把这个病毒呢传播到全世界，甚至释放了什么新的病毒变种，让这个新的病毒变种呢，让再去传染一次全世界。我倾向于不相信这个。当然呢，我也同意某些朋友的看法，就是对于这个党，对于这个政权，你把他们想的多么邪恶，可能都是有道理的，就是可能随时呢要对这个党对这个政权呢保留最后一份戒心。这个
慕容雪冲先生观点呢，就是对这个阴谋论呢，他有某种这个警惕，但是呢，这个党啊干的事情呢，他没有底线，因此呢，有的无限的想象的这个空间。那么，我想问问滕彪教授啊，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对，我基本同意慕容雪冲的说法。那用阴谋论的方法去反共，这是我一向都反对的。像过去几年有一些有某一个知名的商人啊，他的做法我是完全反对的。那如果我们有证据证明共产党他有意的去制造这个病毒，有意的向全世界放毒，那我们当然应该去接受这样的说法。但在那之前，是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看到任何依据的。而且这么做对共产党也没有任何好处。何况在科学上也是恐怕就是也有很多质疑的，就说这个病毒是共产党故意制造的，在目前在科学上可能也是不成立的。但是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共产党它放开旅行，然后在中国也就是这种新的政策和动态清零截然相反的政策，也说明了共产党他对人的生命对人的健康是完全漠不关心的。他不仅不关心中国人民的健康，他对全世界人民的健康也是毫不关心的。死多少人是共产党不在乎的，这个恐怕我们都能够同意。他最在乎的是他的红色江山，是维持他的一党统治。至于这个疫情如何扩散，民众死多少，他们根本就不在他们考虑之列。他们要考虑的比如说经济的恢复啊等等，这个国际在一些经贸往来啊，他希望尽快的恢复经济，因为这样下去经济就垮掉了，那么这个对共产党政权是完全不利的。这个彭彪教授强调，就是说在理论上啊，对共产党的批评啊可以就是一杆子批评到底，但是关于这个阴谋论的话呢，他主张有一份事实说一份话大概是这意思。那么下个问题我想问这个慕容雪冲先生，就是说在这个西方紧盯中国的这个疫情的时候呢，他们采取了非常严格的一些检测措施，但是呢在西方呢并没有形成一个板块那么你像德国，它就欧盟并没有形成一个意见，就是跟美国一样跟英国一样，跟法国、西班牙一样的，要去对中国进那个游客进行这个检测。因此呢，等于这个国门呢还是有漏洞。这个时候呢，就有人提出来，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就是美国这些国家采取这个行动呢，它更多的应该是让这个中国跟全世界交流这些分享的信息。等于这是一个压制或者压力的手段，让北京的提供这些信息。那么慕容雪冲，你怎么看这样一种观点？就在昨天，我所在的澳大利亚这边呢，刚刚宣布呢，就是这个联邦政府不会对中国游客采取你比如说隔离这些措施。他认为这是基于一个公共卫生方面的考量，而不是一个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所以呢，你很难。在此际呢，你看西方国家呢对中国的这种大规模的这个病毒爆发、病毒感染，对这种情况呢采取了两种做法。一种呢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这些国家呢，他们开始限制中国旅客的入境手续，对这个入境手续呢采取某些管控措施。另外一些呢就是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那么现在依然还没有采取措施。但即使这些没有采取措施的国家，他依然会强调我们会密切的关注形势，同时他会说现在在北京发现的病毒呢都是以前在澳洲已经发现过的，没有更新的病毒，所以呢认为现在没有必要采取隔离等措施。那么这些采取隔离措施是基于政治上的考量吗？还是基于公共卫生方面的考量？我觉得我这个问题呢，我说实话，我觉得我真是很难分辨。我觉得可能对有些国家来讲可能两者都有，对有些国家可能是呢，我觉得可能政治上方面的考量会多一些吧，
大概我只能这么说。这个政治的考量还是公共卫生的考量啊，这个话题我们继续再讨论。下面问题我想问啊，谭彪教授啊，那美联社报道呢啊，目前并没有有关啊新的变异毒株的报告啊，因为很多国家这个封啊，这个监督中国的这个游客呢，主要基于可能有新的变异病毒的这个监督啊。但是中国政府曾被指责未能及时在2019年新冠病毒最初出现时向世界做出通报或发出警告，此事人们仍然记忆犹新。而且人们担心呢，中国政府呢也许并未就病毒变异的状况与世界其他国家分享相关数据啊，从而对新的变异毒株入侵而造成疫情重新反弹与飙升呢表示担忧。所以说啊，这个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机构太平洋论坛的兼职研究员伊丽莎白啊，在接受这个金融时报访谈的时候，他说呢，这些措施凸显出啊人们对习近平政府缺乏信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想听听滕彪教授的看法，你怎么看？对，的确是人们对习近平政府越来越缺乏信任，因为光从疫情来看，从最初的隐瞒疫情、隐瞒数据，到后来的阻碍国际的独立调查等等，一直到现在拒绝向国际社会提交这些关键的数据，那么当然各国有理由去担忧中国的这个疫情，有理由担忧中国的旅客把这个疫情把这个病毒甚至疫情这个病毒的变种带到其他国家，这种担心是完全有道理的。那么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就是首先这是一个公共卫生的考量，就是防止这些病毒传到其他国家。那么其次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公布疫情的信息，要求分享数据，这也是一个虽然有一点政治色彩，但它主要还是一个公共卫生的考量。我不相信目前那些对中国旅客实施制裁、实施这个限制的国家，他们有去比如说歧视华人、歧视中国人的任何想法。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它并不是政治性的，它是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有法律上的依据，也是合情合理的。好，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油管网友的一些点评啊。这个到处瞎逛网友呢，他说这个真的没什么好讨论的，你流行病发作的时候别人防着你，别的国家发作的时候你防着他，互相防着，那不是很正常吗？啊，这是第一位啊。第二位呢，这谢比啊，他说不要过于关注疫情数据，国家全部的统计数据有几个是可信的，更何况疫情数据统计法规如同虚设。那么再往下呢，叫 SH Elias 啊，中国一天新增几千万感染，这种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没出现的高峰，还开放旅游啊，他有批评的意思。那么我们听听慕容雪冲先生怎么回应。这个问题呢，与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呢，确实是我觉得不是我所能胜任的。我不知道作为一个公卫专家，在这种时候应该给政府提什么样的意见。那么这个病毒、这个疫苗啊，或者它的传播情况，那么现在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太专业的问题。我作为一个，你比如说一个时事评论者，我只能说呢，可能我最近看了澳洲政府的很多的这种他们的做法，包括很多关于澳洲政府的这个讨论。那我觉得呢，这边呢似乎是不对中国来的这种旅客采取这种你比如说隔离等措施，似乎也有道理。那么美国那些呢对中国旅客呢采取这个措施呢，似乎也有道理。我呢，我觉得在中间，我觉得我的超出我能力所及了，我无法分辨。好，谢谢我们那个两位嘉宾啊，今天我们啊两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儿。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和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博士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
那么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呢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呢时事大家谈呢可以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白粪病例增加啊激增，民众质疑新冠是大号流感，中国官方推行一阳禁阳能成功闯关吗？网友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之前开始与我们互动。谢谢大家，这是陈小平，再次祝大家新年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